第二首歌、嗯、啊，对了，明天我在铁花村有一场演出，然后我邀请到在台东认识的很多女生，甚至是声音的声，就其实在铁花村工作啊，也会邀请到一些台东在地的歌手啊，或者是不是在地，但是他就是也来铁花村表演，就有加我总共有四位女生，声音的声，然后我们会一起有合作的歌曲啊，也有两人合唱，然后也有一人的一个人的独唱的时间，就这样子。好，第二首歌也是阿妹的歌耶，好巧哦。然后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歌，然后我喜欢它的节奏呢，非常的轻快这样子。这首歌叫《女人说》，耶。助手还没有回来，铃儿下。是女人说，我很喜欢这首歌，因为它节奏很轻快。哇，带这首歌叫女人说，因为它节奏很轻快。
去哪里？所以你要爱我。谢谢，我们下今天。好了，我唱完了，我不要再唱了，太丢脸了。